年底体育精彩赛事看不完，想看魔兽在 T1 重磅灌篮吗？还有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，球迷熬夜也要看。但现在除了在运动餐厅观看球赛之外，在家里使用影音平台也可以观看球赛哦。很期待啊，因为四年一次这样子。是。那你这次最期待哪一个球队？阿根廷吧。对，因为我是 Messi 的那个对 fans， 那也希望他最后一届可以夺冠这样子。法国啊，巴西都还蛮强。Go Messi，Go Messi。Yeah。像最近那个戴资颖的世界杯羽球赛，还有那个魔兽来台湾了，对，这些都很夯的赛事都有在关注。那除了来运动，你还会在家里看球赛？会啊会啊，我都看那个用艾尔达看体育台，因为他很多体育赛事都有在转播，对啊对对对，就可以在家自己享受。江南银行超佛星现在要带你疯魔兽行事逐追戴资颖跟 F1 赛车，只要开户完成指定任务后，就可获得艾尔达 TV 直播券加100N 点，让球迷一击在手，免出门就可享受各大赛事快感。江南银行这一次与艾达 TV 合作，那新户完成装置绑定后啊，可以选择兑换艾达 TV 直播券跟100N 点。那直播券的部分可以用来兑换一个月起的艾达 TV 会籍。大家可以随时透过手机、平板、笔电，可以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啊、T1 联盟、EWF 羽球等国内外的体育赛事。那想看就看。现在还有抽 iPhone 14 Pro 的活动，只要在12月中前完成开户，就可以享有抽奖资格。那旧户的部分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在活动期间内完成3名亲友的邀请开户成功，也可以享有抽奖资格，还可以同享现在江南银行非常好的产品优惠，像是活储利率最高 3.2%， 千账回馈最高 5%， 还有申办信贷利率最低 1.58% 起。江南银行力挺球迷，除了跟亲朋好友一起看球外，还能抽 iPhone 和享有3大神级优惠，快来好康 get 一波！